各位，琴日咧就何君尧喺屯门喺街上派紧传单嘅时候就俾人袭击啦吓，咁啊好多人就话咧，唉佢系做戏嘅吓，自编自导自演，咁啊就我读几段嗰啲我啲黄丝朋友讲嘅嘢啦，佢就话咧我住喺乐翠区吓，咁啊近排见到何君尧成日喺附近咧摆街档，但系咧都见唔到人有拍 video， 一次都未见过。但今次咧有人拍得清楚嘅 video， 咁啊可能系咁啊，即系因为啊何君尧有相为证，所以咧有 video 为证，所以佢系做戏。咁呢个第一啊，另外就话咧大公报咧就发表声明指咧被黑客入侵，改咗日期。咁啊呢件事受袭事件，咁佢又传疑好似拍片咁，呢个第二样。另外有人话咧就，何君尧今次冇受伤啊，比起一啲民主派人士受袭啊嗰、那个嘅受伤程度，咁佢只系咧心口，咁就据报有插入去个心度，我俾条肋骨顶住，咁啊伤口得个1.几cm 阔，咁啊就1个cm 到深，咁所以啊，呢个系冇事嘅，特登做戏，咁啊插。特登插中个肋骨，所以佢死唔去。咁呢个另一个论调吓，咁有好多咁嘅论调喺度。咁啊，就大家亦都可以再谂一深一层，到底何君尧需唔需要？第一有冇动机先？需唔需要？咁啊就系苦肉计吓，俾人挨一刀吓，咁啊嚟到做宣传。咁呢个需唔需要？呢个第一，我觉得何君尧唔需要。佢个知名度足够高，大家好，即系要投何君尧嗰啲，肯定知道何君尧边系人吓，唔肯投佢啲，你死都唔会投佢噶啦。佢个知名度足够高，我唔觉得佢需要咧系有呢个自编自导自演咁受少少啊，整啲苦肉贵，我觉得冇呢个动机。呢第一，第二喺呢个咁嘅动机之中，如果佢真系苦肉计吓，系自编自导自演。点解唔好似其他啲自编自导自演咁放走个暴徒咧？要捉住佢咧？你而家自编自导自演嘅话，咁啊嗰个暴徒系你收买噶啦，系咪？咁而家呢个收买个人咧，可能被控谋杀噶，呢个系非常之大嘅罪名噶。到底如果佢真系，梗系放佢走啦！你系做戏走。点解仲要咁去捉佢？至于何君尧咁啱有 video 影嘅啦，咁样嗱，好明显何君尧身边系已经请咗人保护佢，佢亦都讲咗佢系有人保护佢。喺有人保护佢嘅情况之下，佢一定需要录定可能发生嘅罪恶行为。所以我相信咧，你睇唔到唔等于咧，佢喺其他时间冇录影到。如果呢件事唔发生，我唔相信何君尧会将呢段录影放出嚟，亦都唔会有人将呢段录影放出嚟。只系因为发生咗呢段录影，先受到注意，先被放出嚟。佢其他好多录影根本可能完全收起咗，冇需要放出嚟。你睇唔到唔等于冇，即系一样啊。是不可以证明冇嘅嘢，你睇唔到啫嘛，系咪？你唔知佢有冇？而家好多嗰啲小型相机，你自己上淘宝睇睇啦，系细得好紧要噶。如果需要嘅话，喺附近地方放几个啲咁小型相机喺度，可以攞得清清楚楚一样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有个人好明显揸住个手机影啊，呢个系好明显啦，咁。呢个人蠢咯，你睇到人哋揸住个手机影，你仲仍然施袭系嘛？这个嗱，你翻正话个分析，如果你走得甩咧，就系、是、你走唔甩咧，这个罪名非常之大噶。而家应该就唔准保释噶啦，因为你系蓄意伤人，而且你用个凶器咧系可以致命噶。如果真系自编自导自演，拣嗰个攻击嘅点咧，大佬啊，你今次就笃啱条肋
骨啫，你笃冇啦，笃唔啱啊，肋骨真系笃入咗去，命都冇啊！呢、這个唔系自编自导自演拣个位啊嘛，要你笃，如果你真系要咁啊，笃下肚腩，最多就算俾你笃入去啊，你都系穿条肠，呢啲系有得医嘅嘢，笃正个心脏。呢个冇命嘅嘢，嗰两回事，呢个两码事嚟嘅。你如果要袭击嘅话，你唔好嚟袭击个心脏地方，你系应该袭击手臂啊、大腿啊呢啲挨得一两刀都冇事嘅地方啊嘛，系嘛？你会拣个心嚟噶？阿哥你话，哎，海人佢受伤少，所以佢系做戏。嗱，今次好彩就少咗。如果那把刀不是被个肋骨顶住的话，这个不是小事来的。所以这个不是，我不觉得何君尧需要冒那么大，这是生命危险来的。被你袭击的心脏是生命危险来的。做这样做show，用一下小脑都知道不值啦，是吧？无论什么都不值啦。而亦都因为这样不会放学，不放走这个暴徒啦，如果自己做戏。是不是真的这人一有了政治立场之后看东西真的这样这么偏颇，不肯看全面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己，到底现在你看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，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偏颇。再重复，任何暴力都应该被谴责的。如果何君尧施暴袭击人哋，我哋要谴责；人哋袭击何君尧，我哋都应该谴责。唔应该因为何君尧嘅政治立场同你或者唔同，因此你可以容忍呢个暴力。呢、這个暴力系绝对不能暴力、不能接受嘅，无论系对边个。而咧，今次何君尧做自导自拍、自编自导自演嘅机会，使得好紧啊！仲有一点我未曾提嘅，就话咧。何君尧提嗰个人系咪想影相？你记住，何君尧唔系啱啱今日先开始做公众人物，佢俾人要求影相系好多好多次，所以佢觉得个人有个咁嘅动机就会问系咪啊？我乐意同你影相，所以呢个亦都唔系咧，佢自编自导自演嘅理由。如果要自编自导自演，咁就唔应该。督心脏应该督手臂督大髀，啱唔啱？拜拜。